吃鲍鳝面是吧？不要虾。不要面我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克。上期我们吃了定胜糕和北京爆肚。这期我们继续去河坊街找找看有什么好吃的。你要给我两个牛肉饼。我这上还有点烫呢。它外面的面皮都是一条一条炸得很酥软，我是感觉一直在爆着它这个汤。饼里面都排队一两个小时的。这个饼要排队的，它其实就外面一层比较酥，吃到后面就感觉它这个面皮有点厚了。8块钱一个。哦，上上上。哦，它汤都露出来了，你看里面都是汤。哦，什么面？鲍鳝面，一个不过桥。吃鲍鳝面是吧？啊，不是，就鲍鳝。不要面啊！啊，不要虾。哦，不要虾哦。不要面我。我吃错了。什么是过桥？你不知道什么是过桥？过桥就是，你比方说一碗鲍鳝面，它里面的那个料，那个浇头，再来一次。哇哦！懂了没有？这叫锅桥啊，但是它是单独放在外面。哦，就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炸的比较酥的鲍鳝。拉个面条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所以现在这种小年轻来吃面条，估计连10个8个说不好吃。原来到了节假日，其实这家店都爆满了小吃。现在你看，光这是生意的嘛，一楼全都变成小吃。原来一楼也是的。嗯，它有3层。可能是从小吃到大的缘故，我还是觉得状元馆的面是杭包面里面排名前列的，至少比以虾鲍鳝著称的奎元馆好吃。如果是很喜欢鲍鳝面的朋友，真的可以过来一试。点赞加关注，下期见。